事我都已忘记，但我现在还记得，在一个晚上我并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，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与众不同，最时尚，跳舞肯定棒，整个城市找遍所有的街都没有。我说他哪里找他，时间别给我带来，星期天我再次寻找依然没有发现，一个月后我去了另一个城市，这里的人们称他夜里之都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夜幕又在降临，我想我必须要离开，当我正要走时我看到了一家专卖店，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，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，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，月光下我看到自己的身影，有时很远有时很近，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，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，一步两步一步两步一步一步是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摩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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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给自己打着节拍，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刻，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，在这美丽的月光下，在这美丽的街道上，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，这不是梦，一步两步一步两步一步一步是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摩擦摩擦，站在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一步两步一步两步一步一步是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摩擦摩擦，站在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。